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做了一个绿色的大心啊，看看，这么一看，里边就是满满的棉花。咱们现在给它打开，来，姐妹们，吃里边的棉花啊。我家楼下正在装修，我跑到下边跟人家说，让人家那个电钻的声音停十分钟，让我拍个作品。大家看在我那么敬业的份上，帮我点个关注，谢谢你们啊！